限量 Nano Banana Pro 图像，无限生成 VIVO 3.1 影片，你们为什么还没有用起来？大家好，我就是你们那个没日没夜找免费工具的电子朋友小 V，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一下如何免费用 Nano Banana Pro 和 VIVO 3.1 生成30天，甚至都不用绑卡。牛马的毛坯人生，精装生活 room talk， 现在开始，你就说帮帮不帮帮。首先我们打开这个 Google Cloud， 就可以看到 Google AI 对牛马打工人最贴心的问候，再下来就是它的一些简介，我们不用管它，直接点击右上角这个开始使用，它就像我一样不多废话，直接跳转到付费环节，这里就起到一个收费的作用，这里没有什么好介绍的，因为重点在这里，点击开始试用，把咱们的 Google 邮箱写上，点击确定，它就直接为我们跳转到了操作界面。虽然同样是试用，但是啊，又完全没有在常规真米奶页面升级需要绑卡的步骤。我是真的很讨厌麻烦又繁琐的操作，哼，真乱七八糟的。看看，赶快测试。操作呢也比较简单，左边这里可以选择想要生成功能，像 VIVO 3.1 和 Nano Banana Pro 全部都有，在右边就可以选择 Gemini 的各个模型，当然也包括了最新的 Pro 版，选择好模型之后，我们再选择生成影片，写上一句简单的提示词，点击生成，等待大概1到3分钟，一支影片就生成好啦。这里是霍星，我感觉良好，该说不说，这个中文说的算了，我再重来一遍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吉，首次踏上火星，心情非常举动。这次就要好很多，只是我明明是在火星上。你火星，火星是个什么鬼啊？火。我连续生成很多条影片，真的没有任何次数限制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对中文提示词不友好，稍微复杂一点的提示词它就识别不出来了。你看看上面这些都生成了什么玩意儿。真的很尴尬。然后就是图片生成神器 Google 最新最硬的 Nano Banana Pro， 我试了一段提示词，来一起看看效果吧，这质感完全不是某些免费工具那个水平。我们再来个难一点的，上传一张人物图像，然后写上一段提示词，让人物不变，然后融入新的背景。哇，它直接秒生成，它是按照原图比例来生成的。对比原图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提示词中写上了超现实，所以人物也更真实了，虽然没有比例选项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对话来调整图像的比例，更恐怖的是也是无限次数使用，而且也没有水印，当然换衣服换场景也不在话下了，你甚至可以用 VIVO 3.1 把它变成一支影片。聪明的你可能会问，要是30天结束了怎么办？哈哈，换一个账号就好啦。如果今天视频看得开心，看得高兴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点个人不休息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